听着。所谓杀手，最困难的不是那最后一击，而是为了那一刻进行的隐忍、伪装、蛰伏。你需要扮演任何的身份，任何的职业。就比如说现在，我正身处非洲小国提利亚，伪装成一名街头小吃摊摊主，干一行爱一行。可以看到，我还是非常敬业。进口的新鲜恒河大蛤蜊，哎，姐妹们、兄弟们，路过的都看一下，哎，干净又卫生，我自己天天吃。店主，你吐了，没事，没事，我是馋的流口水。你口水怎么是红的？这个话题。哎，加点椒盐，哎，加点大蒜，哎，加点小米辣，哎，加点氰化钠。那你吃了个不得了的东西、啊！嘿嘿，吃了我的小吃一定会有升仙的感觉。是哪物理上的？哎呀，大恩呐，你不要打击我，我搁这研究菜谱呢。别忘了，你是在这里执行任务的，你是个小圣姐，这里的人耳朵很灵啊。是个杀手。什么任务？等会儿再说。这里皮制品很有名，我想先买点衣服。哎呀，被他生物叫，咱也说这么小声，干嘛别人也听不到？先生，皮鞋左拐，皮一直走就到。哎，谢谢啊。你懂摩斯电码吗？我杀手代号47，一个抹得感情的杀手。无线电那头的是我的心理变态。负责杀手的后勤和情报。有人在听，有人在听。来吧，戴安娜，说一下这次任务概要。好的，17，欢迎来到。别犯病了，戴安娜。嗯，好。这次我们来到的是非洲小国提利亚，国家现在失去混乱人际混花自古银行家斯坦伯格，联邦军情团的提利亚人民数十亿的资产，刚刚在兰斯伯大使馆，是国外3多个民众正在举行抗议，要求给他定罪。OK， 这就是第一个目标。第二个目标，大军阀曾加上邪恶残忍的斗争。确实邪恶。收到，戴安娜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了，时间不多了，我们赶紧去执行任务。哎呀，真漂亮，这小油灯。哎呀，真好看，这布。哎呀，执行任务了，自己。当然知道了，戴安娜，这种小东西怎么可能让我分心？哎呀，真别吃这小香蕉。哎呀，不是，我真的没有在摆烂。这次的目标一个躲在使馆里，一个躲在基地里，戒备都非常森严，所以说我正在沿路寻找机会。刚刚错怪你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有没有人知道那个使馆怎么找啊？我今天第一天上班。你在那边工作？没出外穿我这身进大楼都不会有人拦的。哎，有你笑什么？机会就这么出现了呀，自己。搞到他这身行头就可以进入使馆了。没错。哎，这小油灯真好看。咦，我明明按导航说着错了，不是让我红灯变绿往右拐吗？这红灯咋不变绿？还好47这个人完全是个路痴。好的，他现在来到了一个小巷子旁边，现在我要使用高超的视线诱导法把他吸引过来。怎么还有这么厉害的技巧？哇，这是谁掉的扳手呀？不是，这你认真的吗？这怎么可能吸引到人家吸引过来了呀？然后我们循循善诱，哇，看这是谁掉的菜刀呀？大菜刀！到傻子了，属于是。哇，谁又掉了把小菜刀呀？这是。发财了！好，他进入视觉盲区的小黑屋。哎，看看又是谁掉了一把扳手呀？掉哪了？掉哪了？原来是掉我头上了呀！哎，把他公主抱起来，放入床铺，帮他在睡前扒掉衣服，自己穿上。很难说是不贴心。怎么样，戴安娜？我看起来像不像实习生？不太像，你这发型起码得是个拼漆。谢谢。客气了。东西。穿过抗议的人群进入大使馆。看来民众对于斯坦伯格非常不满呐。斯坦伯格的办公室在2楼，想要上去就必须要先搜身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例行公事，接受一下检查。啊，好，没问题，来。好的，那我开始摸了。袖子里硬的这个是扳手。行，那左边这个是、菜刀。那你腰上放的这个是啥？左边放的是炸弹，右边放的是充电宝。那可不行。怎么能带超过20000毫安的充电宝呢？有爆炸风险，我需要没收。太对了，哥，我一定配合。虽然被没收了充电宝，非常的难过，但我总算是来到了斯坦伯格所在的楼层。这间会议室就是斯坦伯格临时办公的。先生，例行公事，搜一下身。好的，来吧，摸我吧。嗯，我看看。哎，你胳肢窝下面是什么？一瓶矿泉水，一瓶毒药。那可不行，矿泉水超过100毫升，得去楼下寄存。好的。好，成功进入了会议室，里面有个警卫，等会儿可能会碍事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上前和他协商一下。哎，大哥这么辛苦，要不先歇一会儿？他同意了呢。把安保大哥送进休息室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一边玩电脑一边等待斯坦伯格。很快这位大银行家来了。哎呦，你就是那个实习生是吗？你这个发型很老层啊。哎，脏，你做的表哥你做好了吧？没有，我在玩扫雷。哎呦，我操，老子不把他供出一世，现在只需要想办法将他刺杀就可以了。哎，真的是啊，这不行，我得喝口酒冷静一下。嘿嘿在斯坦伯格来之前，我就已经往红酒里面加入了催吐老鼠药。对不起，插个队。好的，哎，我也插个队。不好。然后在斯坦伯格呕吐的时候，请您多喝热水。好的，解决一个，接下来就是责难。他们具体在一所教学校，行为非常的森严。也就是说，要混警区必须要搞一套雇佣兵的。这里是警区，你看什么呢？你我就看看，我就看看，就看看。对，就看看，我热爱观察。只准看不许进啊！好嘞。好的，成功混进来。接下来还需要一套雇佣兵的衣服。你说我上哪找呢？我泥巴，我爱玩泥巴。哎，我看看啊，泥巴，哎，我爱玩泥巴。大哥，这我不打晕你，我都不好意思。爱的抱抱，抱进箱，换上衣服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已经伪装成雇佣兵了，那就可以自由出入咱们的基地了。操场上有士兵在进行特训，俯卧撑啊，做10个，自己数。10个，进入被占领的学校呢？该怎么处置？泽丹将军正在一个房间审讯犯人。幸好你可以趁这个。很快我发现一共有2种雇佣兵，我这种戴黑帽子的低级雇佣兵，还有这种戴红帽子的高级雇佣兵，可以对黑帽子发号施令。哎，那如果你伪装成高级雇佣兵，就可以支开所有低级雇佣兵，然后接近他，弄他呀，弄他呀，
的。好的，现在要吸引高级雇佣兵进入这个房间，只能动用资本的力量。哎，那是什么？哎呀，谁掉了一块钱呢？一块钱耶！趁他进来捡钱的时候，掏出我们的夺命小扳手。OK， 现在我们就是高级雇佣兵了。这位士兵今天下班了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！那真的可以把他们直接解散。下班了啊！下班了！下班了！下班了！回家喽！解散了所有士兵之后呢，我们来到广播站放上一点音乐。在这之后，所有士兵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，站了起来，并且开始跳舞。是的，没错，开始跳舞。没错，所有被解散的士兵都在广场里跳起了舞。立了个大！哎呀，泽丹将军怎么也来了？他肯定是来兴师大伙，让大伙回去工作的。那这个潜在南方的刺杀机会不就没了吗？哎、他站上演讲台，肯定是要上去兴师大伙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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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想到泽丹将军也非常热爱跳舞，竟然和士兵们跳成了一团。啊，那既然这样，我们就满足他，给你一个鸭鸭。啊，忘了说了，这个鸭鸭其实是个炸弹。啊、OK， 解决。杀手。或者我们换一种刺杀方式，在一个偏僻的角落翻墙进入大使馆，悄悄从背后接近警卫，然后哎，猜猜我是谁？换上安保的衣服，大摇大摆的走进大使馆。在一楼休息室里，我们偷听得知，斯坦伯格预约的按摩师就在这里。按摩师呢，岂不是可以亲密接触？哈、啊，戴安娜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。杀手小板砖，哼，你一定是想让我打晕按摩师，让劳累的他得不到有效放松，最后积劳成疾，累死吧。我是想等50天后他老啊，真的吗？换衣服呀，换他的衣服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怎么说呢，换上的衣服感觉非常空灵。你头顶确实挺空灵的。在前台确认身份之后，我来到二楼的按摩房。你好，我是大自然的使者。你好，吉斯斯巴啊，来吧来吧，快点吧。来了啊，先生啊，先给您按摩。哎呀，舒服的舒服的。哎，你这个技师手法很好的嘛。哎呀，之前的客户都说我的手法让他们感觉到了天堂。其实也没人这么说了，因为他们真的到了天堂。哎，你真幽默啊。先生，有什么需要特别按一下的地方吗？啊，我颈椎最近特别酸，帮我好好按一下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哎呀，是不是不酸了呀？接下来去解决泽丹。要混入基地，首先我们需要一套雇佣兵的衣服。那么哪里可以搞到呢？玩泥巴，哎，玩泥巴。对不住了，大熊哥。成功混入基地。偷听对话得知，泽丹关押了一位反叛的高级将领。啊，是不是就是他审讯的那个犯人？这或许就是一个突破口。伪装成高级雇佣兵，来到牢房，将这里站岗的雇佣兵制裁。哼，你爷爷生病了，快回家去看他吧。真的吗，长官？真的，在病床上等你呢。他是什么时候复活的呢，长官？别问问题了，赶紧滚吧，快！好的，我滚了。支走了士兵，房间里就只有我和犯人了。呀，萨尼拉，救命！把犯人勒晕，换上犯人的衣服，把麻袋也套到头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伪装成犯人了，再坐到房间中的椅子上。他们肯定以为犯人的手被扣住了。到时候我再给他来个突袭。小天大傻，对不起，我想对账来着。很快，泽丹将军亲自过来审讯了。我该怎么处死你呢？别说，绞死！哎呦，枪毙！哇！知道我是怎么发现你背叛我的吗？啊，知道。你别让他把话说完。行动那天我打电话给你，你居然和我说不在家不吃中饭。啥玩意儿？没有人敢居然和我吃中饭。我超幽默，操你妈！差不多得了。来，您坐好。看来他真的很喜欢吃饭呢。可不是早的。杀手。或者再换一种刺杀方式，在集市上我们偷听得知。天天偷听你耳朵真好。偷听得知啊，这个斯坦伯格有一个采访，拍摄马上就要开始，可是摄像师不见了。哎，你懂摄影吗？我很有摄影天赋的好吧，圈内人都叫我光头版徐峥。啊不，徐峥本来就是光头。在集市上找到了那名摄影师。哇，真美啊，一直在照镜子，非常的自恋。我们来到旁边的洗手间，用硬币勾引。哎呀，是一块钱。哎呀，钱真美呀，钱真美。伪装成摄影师之后，就可以跟随摄制组走进使馆。你们就是来采访我的吧？啊，快点，我后面还约了按摩师。没事，很快就会结束。好了，三二一，开机。好的，斯坦伯格先生，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。现在所有民众最想问你的问题是，你对于外头现在的抗议到底怎么看？哎，其实我觉得我很无辜，你知道吧？我没有偷大家的钱呀，我偷的是银行的钱呀，只不过是大家把钱先存到银行里了而已。我们来到楼上的，所以说他们从一开始抗议的方向就错了吗？放下天花板上吊着雕像的绳索。搞定，接下来就是泽丹了。在集市上看到一个西瓜摊，所以他有什么用呢？可以用刀劈。你他妈骗我瓜是吧？碰到了泽丹的印刷组成员，正在张贴宣传海报。但是他们军事政变做预热呀。搞到了他们的行动，应该也能混进基地。好的，又是这个小角落。杀手小板砖，快速换装，大摇大摆走进基地，来到印刷车间。泽丹将军正在训话。好好工作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喊出我们的口号。放假我不歇，泽丹是我的。打三点。放假我不歇。好的，泽丹先去忙别的了。看来他对印刷组非常重视。如果这边有什么情况，他肯定会亲自来查看。解决掉了在场的两个人，我们就可以关闭印刷机。不一会儿，泽丹就会亲自来查看情况。人都到哪去了？啊，可以看得出来比较暴躁。然后在他查看印刷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后面给他轻轻一推，回头给你们全挂路灯上。OK， 搞定。下手。副座
完成任务了。哎呀，累得来，不行，我这次一定要坐小轿车。哎呦，娇生惯养的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坐小轿车。哎呀，这没车钥匙呀，车钥匙在哪儿呢？哦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谢谢啊。哎，你干嘛呢你？行了，准备开溜吧。他拿我钥匙，他拿我钥匙。